好，各位法师、各位学员，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的是龙树菩萨造的大智度论啊。那么我们上一堂课讲完十一智哈，因为十一智实在很难再详细的讲下去，请翻开第497页啊哈，这个要话说从头哦。497页，在第十九卷，十九卷哈，十九卷的注脚三、注脚二、注脚二下面哈，在那个楷体的下头啊哈，因为菩萨摩诃萨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多中啊，因为不生故啊。所以要具足啊，比方说是叫做那个经文了哈，经文先看一下经文了哈。菩萨摩诃萨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多，波罗蜜多，波罗蜜中有没有？不住法住，啊，不住法，但是呢，安住于般若波罗蜜的当中，啊，为什么不住法呢？因为性空的缘故，啊，无所求，无所住，无所啊，这个得的心，来安住在般若波罗蜜当中。所以，我们说，我们能够安住在因缘法的平等性上，尤其在生命的流转当中，啊，现象是不是一概都无常啊？所有现象都无常，所以现象是无法安住的，只能安住在什么？因缘法的平等性，那因为讲到因缘法，它必然是否定式的符号，哦，因为它是不可得的，哦，是不可住的，哦，那乃至呢不生，啊，不生是因为它是这个无有定法了哈，那这里就提到说，应具足四念处、四正勤啊，种种，这个是什么？37道品有没有？它是不是37道品？好，我们来看下面哈，注脚二，注脚二的那个楷体的文字下面哈，它分了好几项了哈。明体的部分哈，说菩萨呢，菩萨摩诃萨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罗蜜中嘛，不生故应具足以下有没有？啊，那么就是说菩萨所应该具足的事情。整个论来讲，共分八大类，有没有？是不是八大类？第一大类就叫做37道品，从第十九卷开始讲37道品，对不对？啊，那第二类呢，叫做空三昧等8种定法，啊，那么是空，啊，空三昧，然后有四禅、四无色，无量。心是无色定，有没有？八倍舍、八圣处、九次第定，跟第八个是十一切处，对不对？这是不是第二类？第三类是什么？九相，有没有看到？九相。第四类是什么？八念。第五类十想。第六类十一智。啊，我们今天所讲的是不是在十想里面的哈，这个第五想嘛哈，所以都会往前说啊，有八念之后有十想，然后什么十一智。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要讲的是后面三个两个，第七类有觉有观等三三昧，跟第八叫做三根，这样知道吧哈？所以我们现在是十一智之后的。十一智之后的第七跟第八，这样知道吧？啊，十一智是第六类，对不对？十一智之前，十想是第五类，再往前是什么？八念是第四类。哦，好，所以我们再翻到第653页下面，七大写的七有没有？三三昧，这里的三三昧跟那个空三昧不一样。哦，这里的三三昧呢，哦，经文是讲有觉有观三昧，有觉啊，哦，无觉有观三昧，有没有？无觉无观三昧。好，哦，我们现在讲第七跟第八了哈。
那这个有觉有关三昧，啊，无觉有关三昧跟无觉无关三昧，啊，首先先解释何谓三昧，啊，那一切禅定来摄心皆为三摩提或者三摩地，啊，其实也就是在禅定摄心的意思，三昧啊，啊，它叫做三摩地，啊，然后呢勤言，啊，因为鸠摩罗什所翻译在秦后秦时期，哦，所以叫秦言，其实等于是，中文译过来，哦，就叫做正心行处，哦，正心行处是心从无始世界以来常趋不端，哦，我们的心其实很难非常的正直，哦，那透过修定也会希望我们是正心行处的心，则怎样端直，我们的心像蛇一样，啊，蛇行长趋啊，蛇在行的时候是不是都用曲线的方式前进，啊，除非把这条蛇把它放到竹筒里头，细细的竹筒它是不是就变直了，啊，我们的心一直往外放的时候常常都是什么曲，啊，都是很弯弯曲曲的啦，弯弯曲曲，所以呢透过修三昧呢就是让我们的心变得怎样正心行处，啊，正心行处，好，那这个是等于是在解释三昧，啊，这个三昧就是要我们能够怎样正心行处，啊，好，那第二个呢觉观等的这三种三昧来说的话，啊，有觉有观三昧，啊，它是欲界、未到地还有初禅，啊，与觉观相应的关系，所以名什么有觉有观，啊，然后呢到中间禅的时候，啊，所谓中间禅就是初禅到什么二禅之间了，啊，那么也就是我们在三界当中欲界、到色界的初禅、中间禅、二禅、三禅、四禅，这是什么？色界，对，这是色界的，再上去是什么？无色界，我们在欲界来讲的话本身，哦，我们都是有觉有观的，未到地所以所谓的有觉有观包括了欲界、未到地定还有呢初禅，啊，有觉有观之后呢二禅，中间禅呢它会无觉有观，然后再上去呢无觉无观，再上去就一样了，所以总共有这三种。第一种、第二、第三，再上去，所以总共只有三种。我们现在是有觉有观，修到未到地定，啊，即将入初禅之前有个未到地定，也是有觉有观，啊，当然我这个应该写到这边来了哈，这个是有觉有观，
然后这里又有个无觉有关，然后再上去就无觉无关了，就无觉无关。好，好，所以欲界、味道地还有初禅与觉观都相应的关系，所以名为什么有觉有观。好，到二禅、初禅跟二禅中间呢，叫做中间禅，它是什么？只有跟观相应，跟觉没有了，没有无觉有关。好，到第二禅以上，一直到有顶地，就是非想非非想出，它就完全是无觉无关了。哦，无觉无关。好，那我们来看了哈，接下来。好，那什么叫觉观哈？也等于是巡视啊。觉比较粗，观比较细。我们一醒过来的话，就说我们每天，起码我一大早醒过来，其实就有觉了。好，就是比较粗的会感觉到种种现象。比方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一醒过来，哦，有时候腰酸背痛，是吧？有觉。哦，但是呢，观是更细的，哦，更细的，哦，好，那所以呢，从有粗有细到粗的没了，只剩下细。因为所谓修禅定啊，修禅定就是它会越修越细，越定呢，它越细到没有知觉了，哦，没有觉观，哦，好，那么这里就讲到说所谓的三昧哈。哦，哎，在通南的哈，就是等于是透过一些问题哈来告诉来解释哈。好，通南里头说三昧相应心所有二十种啊，为什么只有说觉观啊？因为我们在心所里头，哎，不定心所里头是不是有两有一个叫寻，一个叫视，或者可以叫做觉跟观啊？那这个是心所，哦，这个三昧相应的心所其实也很多，哦，那总共大概会有所谓的19到21种、啊哦，所以呢他这里就讲这个三昧，哦，有点所谓的三昧其实也是一种在修定的意思，在心上面去下功夫了，哦，好，所以呢，心这个三昧相应心所法乃至有二十，为什么特别把觉观拿出来呢？在下面注脚198页哈，198注脚，三昧相应的有二十种心所法哦，那这个是用的不是不是五位白法，而用的是五位75法。75法哈，比较属于阿毗达摩的。到了唯识学呢，它就发展成五位白法了。哦，那它这个是75法，所以它的这个会少一点了哈。比方这个10个大地法，10种大地法跟一切心所相应啊，哦，跟心所相应，而所谓的三昧是10个大地法当中的一个，与自性，哦，不与自性相应，所以呢，哦，就说他自己不跟自己相应了，所以在10个大地法里头，他会有9法，哦，会有9个。那我们来看这哪10个哈，哦，它是受想思触欲会念作意圣解三昧，三昧其实。有时候就相当于修定的意思，哦，它其实就是所谓的定了，啊。那因为我们对这种阿毗达摩的那个比较没那么熟悉哈，哦，如果我们从那个唯识学五位白法或白法名门论来看待的时候，其实这10个大地法是什么法？它是这个五片行跟五别境，哦。五片行，哦，五片行是从作意触受想思嘛，哦，那五别境是什么呢？欲，哦，圣解念定慧，
好、哦、用不熟这个就会觉得哦，这么乐乐等十样啊。哦，那其实这个就是五片行加五别境，里面有定，定不与定怎样相应啊、哦？自己不跟自己相应。我们这哈、哦、这早上课是不是也讲过哈、哦？自己不是跟自己，我们要跟人家相，要跟别人相应，不是跟不是自己来跟自己相应哈、哦。所以呢，在10个大地法里头，是不是有九法？哈、哦，有九法。这个定啊，是跟九种法相应的，还有10大善地法啊、哦。那其实这个在唯识来讲，就是11个善心所啊，11个善心所啊、哦。所以会有行信啊、哦，信，然后无贪无嗔，它这里没有无痴，所以它只有10个。他省了一个无痴，他归到另外的法去了。好、哦，然后呢，会有惭愧，好、哦，还有勤，好、哦，这个不放逸啊，清安啊，舍啊，啊、哦，这些总说就是11个善法里头，它只有10个什么大地善法。好、哦，那这个是与，也就是说，所谓的三昧呢。修定，它还必须跟跟善法相应，跟善法相应。所以它前面的是不是跟九种相应？再加上这里有10个，所以是不是总共有19种心所相应啊？好、哦，有19个了，19个。好、哦，那不定法觉观属于不定法。好、哦，有时候又跟什么三昧相应。哦，跟修定呢会相应，所以它可以说是19加上2个，所以会变成21法，这样子知道吧？哈、哦，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就是自己要去归纳成我们自己熟悉的才好记，好、哦、才知道他在讲什么，不然哇，又一串一串的心所的出现了哈、哦。好，还有呢就是觉观，因为他觉。如果以觉来讲的话，它是跟什么？跟20个法相应，因为它要扣掉它自己本身。啊、哦，那如果用觉观来看待的时候，再要扣掉一个，因为不能跟自己相应，所以它可以说19或者20或者21，这样知道吗？哦，就是扣掉它自己的意思啦。哦。也就是等于是扣掉他自己啊，比方10个大地法，再加10个善法20个，然后再加2个觉观，是不是22个？哦，22个里头，如果跟定相应的话，是多是几个啊？21个，因为要扣掉一个嘛。哦，如果加上说跟觉相应的话呢，那是不是就变成20个？如果又加上跟觉观相应，就变19个。扣掉他自己了，扣掉他自己，好、哦，意思也就是说是这么多心法，为什么特别把觉观提出来讲呢？哦，好，那这个，所以我们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也很好哈、哦，有时候是外人会问，有时候是怎样论主自己会设问，对不对？帮我们设问，好、哦，或者哎，外人的问题有时候也是我们的问题嘛，哈、哦，好。那第655页呢，这里就答曰啊、哦，说所谓的觉观呢，它本身呢其实也会扰乱三昧修定啊、哦，很像什么警察警卫啊，它其实像警卫一样，它守着门啊、哦，守着门跟着生活啊、哦。那这两件事情有时候是善哦，有时候不见得是善的，因为它是不定法啊、哦，就像巡视觉观。的对象是善，它就是善；是恶，它也变恶，所以它属于不定法。好、哦，所以它有时候是善，但是呢，有时候却是三昧的贼。有时候会怎样？会去妨碍修定。哦，所以这方面呢，它难可哈、哦，难可离舍离啊，它会结合在一起。就像说这个警卫，比方我们住在大楼里头，那门房是不是有警卫啊？
警卫是帮助我们的守门，但是如果这警卫一直跟着我们，还上楼啊，还要进去我们的那个住处，我们是不是就很不舒服啊？啊，但是也不能没有他的守门呢、啊。哦，那所以呢，这个要能够适当的舍离，才可能才好修定啊。好、哦，所以有人就讲，啊、哦，心有觉观者呢，往往呢这个三昧很难出现。哦、因为又有觉又有观的时候，其实很难修定、哦、那也因为这样子，以是故佛说有觉有观三昧呢，但不牢固、啊、它并不是很牢固。所以我们说、哎、入了初禅都还有觉有观、欸哦、当然它的有觉有观跟我们现在欲界的有觉有观是有落差的、哦、是有落差的。它应该比较属于那种、哎、它只是警卫而已，它不会跟着入登堂入室去了、哦、不会有太大的妨碍。但是因为还是有警卫在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点被监督的感觉、哦、所以呢在修定方面它并不牢固、哦、那觉观力微小的话，有时候、哦、事实可得有三昧啊。如果觉观力让它慢慢降低的时候呢，那就慢慢能够修定了哦、所以呢觉观能生三昧，也会坏三昧啊。哦、他如果能够渐渐他的觉观的那个力量小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哎、到二禅以上他无觉无观了、哎、但是确实也要借着觉观来让我们入定、哦、入初禅、啊哦、所以他能生三昧也能够坏三昧啊。哦、譬如风能生雨，亦能怎样坏雨。风有时候反而助了雨，有时候是妨碍了下雨、哦哦、所以呢它必须是三种善觉观才能够生初禅、哦、而得初禅的时候呢、哦、发大欢喜，因为离欲喜乐、啊、是不是脱离了欲界的那种喜乐哦、所以觉观故呢心善还施啊、哦、就是说因为有觉有观的时候它其实并不牢固，有时候它也会散，有时候也会、哦、就是它可以生三昧也会坏三昧啊、哦、所以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特别把觉观怎样提出来、哦、做讨论、哦、好。那第二个呢，觉跟观有什么差别、哦，粗的心叫做什么觉，细的心叫做观、哦、刚开始初缘中呢心发相、哦、心中开始起了一个相、哦哦、比方一行观、哦、今天天气很好，那是察觉了、哦、那之后呢再去分别筹量、哦、它的好坏，比方、哎、这个、哎天气很好、哦、天气很好，其实好也很好，但是有时候天气好不一定都好、欸、有时候天气太好太热了，是不是、哦、也不一定是好，所以我们就要去筹量它的什么更细的去、哦、更细的去观察，那个就叫做观了、哦、觉是比较粗的现象，然后观就是比较细的再去分析它的因缘的意思了、哦、所以呢会有三种粗觉跟细觉。其实这个粗觉细觉并不好，只有三种善觉是好的，所以它这里总共有九种哦。哦，这个有三种粗的觉，就是欲觉、嗔觉跟什么恼觉，这个就是我们的贪嗔痴啊，贪嗔痴、哦、是不是经常会有那个感觉，有那个 feel 啊、哎、在现象上、哦、这个是三种粗觉，还有三种细觉，隔一行有没有、哎、这三种，所以它会构成所谓的六种觉，妨碍三昧。下一行有没有六种觉，它防三昧的，妨碍三昧，就是这三种粗觉跟三种细觉啊。三种细觉是什么呢？清理觉、国土觉、不死觉、哦、比方我们出门很怀念家乡，
出了国啊，这个移民出去是不是还是怀念自己的国度啊，国土啊？还有呢，我们一直老想着不死，一直希望能长生不老，很怕死啊。哦，那这个是细觉，这是细觉，所以觉虽然粗，它也有粗细哦，哦，有粗中的细哦。那但是有三种善觉，有三种善觉叫做粗要觉，就是粗离觉、无嗔觉、无恼觉，这是好的，这是善的，因为粗离心。哦，像解脱道上是不是就是发出离心啊，想要出离生死啊，哦，无嗔觉跟无恼觉。所以呢这六种觉妨碍三昧，是三种粗觉加三种细觉，但是三种善觉能够开三昧门。哦，这个倒是读了大智度论才有机会理解这些，不然我们自己也不是太清楚的哦。哦，如果觉观过多的话呢，还是三昧过多，他反而就不容易入定，因为想的太多了。哦，那个什么毗婆舍那的能力强了，所以这里就用一个，哦，譬喻说，如同风能驶船，但是风太过，是不是也会翻船呢？好，哦，所以如是来分别觉与观。哦，就像前面也讲嘛，风能生雨，意能怎样坏雨，哦，所以觉观跟三昧修定呢有它的，哦，它可以生，它可以生定，也可以什么，也可以坏定，哎，觉观。哦，好，那这是第二个，哦，第三个呢，哦，何故但说三种三昧，哦，经说有三种，就是这三种，哦，那有时候用法，有时候用地，哦，那今何以只说，哦，但说就是只说这三种三昧，哦，那么这里就答曰说妙而可用啊，主要是因为它很微妙而好用，哦，好，那如何用，哦，我们来看看，哦，有三种法，有觉有观法来说的话，它是属于欲界未到地初禅当中觉观相应法，哦，它可以善，它等于是三性都有了，有善性也有不善性，也有无记性，哦，就像我们现在在欲界是不是也是三性都有啊，哦，好，那再上去呢，哦，修，哦，入了中间禅的话，哦，禅中间呢是观相应，它没有觉了啦，它没有觉，它没有粗的着相的话，哦，它不会恶，所以我们说其实我们的恶是来自于我们着相，啊哦，要避免着相就最好就是深入因缘，啊，就离相，啊，离相是不是才有善的可能性，还有呢修定本身，哦，也可以离恶，也可以离恶，哦，所以它只有善跟什么无记，当它入定的时候是无记，哦，那其实修定的本身，哦，它应该是善的，它无不善，它就不会善，没有不善了，不会恶，不会恶，哦，第三个呢就更深的无觉无观，这个是不是二禅以上了，它离了觉观法，哦，离了觉观法，这个是在心法上面来说，但是呢色法它本身是不是也是没有觉观啊，哦，心不相应行也是没有觉观的了，还有呢无为法，无为法也没有觉观，哦，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些，其实还是从五位白法来，哦，所以这五位也很重要，哦，有为无为相应不相应，跟什么相应呢，心法跟什么色法，心王心所，刚才讲的都在这里，心所，好，那这个心法里面要入定才会无觉无观，而且是比较神的，是不是才无觉无观，之外色法是不是也无觉无观，不相应法也无觉无观，这个也无觉无观，
哦，所以才会有这说离了觉观是离了心法的觉观，对不对？色法也是没有觉观，心不相应也没有觉观，哦，还有无为法也没有，也没有哦。好，那三摩地这个是前面讲的是三摩三昧法，三昧法这里接下来叫做三禅三种地，有没有？有觉有观地，哦，来讲的话，它是在什么样子的空间里头啦？在欲界里头是不是也是有觉有观？味道地定有觉有观，还有呢，范式就是初禅，有觉有观。无觉无观的空间是在哪里呢？在禅中间。哦，那他善修世地的话呢？好好的修这个哈，无觉有关的话，能够做大梵王，哦，也是有他的福报，哦。那无觉无关地来讲的话呢，一切光阴是二禅，一切片境，哦，等于是光阴天、片境天跟什么广果天，这三个就是二禅、三禅、四禅。还有呢，一切无色地，是不是就是无色界，都属于什么？无觉无观地，哦，那这三昧来说的话，修定哈，于中呢上妙者是三昧，哦，那何等是三昧呢？哦，就说在这当中呢，之所以说它很微妙，妙而好用，就是因为透过觉观的这个方式来修定哈，它可以生定嘛，但是过于觉观是不是也妨碍了定？哦。好，那何等是三昧呢？哦，就是要从什么空等无啊，空等三三昧，空等三三昧是什么？三哈，哦，是空三昧、无相三昧，还有什么无作三昧？哦，这个是修解脱道上的定，哦，乃至到什么金刚预定地耶。金刚预定地是什么？即将成佛之前要经过金刚预定地哦，哦，还有呢，阿罗汉、辟支佛，哦，诸三昧，哦，阿罗汉有阿罗汉修的三昧，哦，辟支佛修的三昧，乃至我们要观十方佛三昧，哦，像观十方佛三昧，也有所谓的波州三昧啊，哦，波州三昧，哦，甚至还有首楞严三昧。哦，也有所谓的断一切疑三昧，乃至到三昧王等诸佛三昧。哦，所以呢，其实我们说，哎，透过这些，应该说果位，其实都有修定啊，哦，去做辅助，才能够去验证，哦，才能够去验证啊，哦，不是只有理论的。其实这个是不是透过实践啊，哦？透过戒定慧三学啊，简单的讲就是戒定慧三学。菩萨道是不是也是一样有戒定慧三学啊？六度万行也是戒定慧三学的扩大了，啊，哈，哦。所以呢，其实都是哦。所以我们说佛教不共于其他宗教的最大不同是慧学嘛，有解脱的能力哦，那是透过慧，但是必须要修定来辅助。还要持戒来做基础，对不对？让我们止跌才能上扬嘛，哈。好，所以这个三昧，哦，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三昧的妙用是怎样，能够在果位上的验证。但是关键是慧哦，关键是慧哦，那关键是慧，那这个慧其实跟觉观也有关系，哦，也等于说跟所谓的寻思，寻思哦。记得印顺导师在《大圣广武运论讲记》哦，这是导师圆寂以后才又整理出来的一部，哦，当中导师对寻思做了一个很妙的一个譬喻啊，哦，导师就说这个寻啊，因为它很粗，哦，那导师就说就像猫一样，猫在抓老鼠，猫怎么抓老鼠？它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一直在找老鼠。哎，那个叫做寻，哦，那什么叫做视呢？这只猫啊，它不要再这样子跑来跑去的，它去找到哦，那里有个老鼠洞，它就躲着，它就很近的
坐在老鼠洞旁边等老鼠出入，他是不是一样抓得到老鼠啊？那个叫做视，也叫做观。觉就是寻，觉就像猫在捉老鼠跑来跑去那种抓法啊。视或者观呢，就是静下来了，它是透过修定之后会细下来，会细维系啊，它不用跑来跑去了，它是不是很省力啊？一样抓得到哦，哦，它一样抓得到，哦，那就叫视啊，嗯，所以有粗有细哈、哦，那么它能够哈、哦，能够生三昧，也能够怎样坏三昧，那就看我们怎么去使用了。啊、三种善觉能开三昧门、啊、是什么？初要觉、无嗔觉、无恼觉、啊、但是有六种、啊、有三种初觉再加三种细觉，会怎样？会妨碍三昧、啊、它是会妨碍三昧、啊、是欲觉、嗔觉、恼觉，有没有？清理觉、国土觉跟不死觉、啊、这个会妨碍三昧、哦、好，所以总说第四有没有总结、哦、那么如是等种种分别略说三三昧意境、哦、这个就是所谓的三三昧、哦、好，那以上是第七对不对？接着是第八，叫做三根。何谓三根、哦、在经文里面、哦、就讲三根是什么？未知欲知根，知根还有什么？知已根、哦、好，总共有这三根、哦、那有阿毗达阿毗昙呢的三无漏根、哦、从这个声闻法来看、哦、三无漏根、哦、何谓三无漏根呢？就是它必须要跟九这个跟什么无漏的九根合合为体啊，然后再配合三道。好，好，我们来看何为九根哈，在211注脚下面，所谓的九根，好，它是五根，五根哈，信、净、念、定、慧，有没有？啊，这五根再加上一根。啊、这个跟早上讲的那一样的哈，它有一根，还有呢喜根、乐根跟什么舍根，它没有忧根跟苦根。五受里面，五受也是五根的、啊、哈，五受也是五根。好、啊，那就是我们所谓五受，是不是就是苦、乐、忧、喜、舍？哦、啊，它这里只有三个，哦、啊，只有三个，就是喜、乐、舍。他没有忧苦，他、啊、跟就说要跟这九根相应，他没有苦根跟忧根，但是他必须要有一根，啊，他必须要有一根。如果跟这九根相应，再配合三道，何谓三道呢？在我们656页哈，这里讲的三道就是第一个叫见地道，第二个叫做修道。思维道了，有没有、哦、那见地道呢是成就所谓的未知欲知根、哦、修道呢就是思维道，就是成就所谓的知根。无学道叫做知已根、哦、但是这个是属于什么、哦、这是属于这个阿毗达摩、哦、等于是解脱道上面的，解脱道的哦，哦、解脱道上面的、哦、好，所以呢这个未知欲知根、哦、是无漏九根合合，无漏的九根合合，这无漏九根呢就是我们讲的、哦、五根再加上 三个受，对不对？属于喜乐舍，然后还要有一根、哦、要有一根合合在一起哦、属于信行人跟什么法行人，信行人法行人、哦、透过信仰，那么一方面要入门、哦、透过信仰入门是信行人、哦、还有呢法行人就是比较好要佛法，
哦，才会，虽然我未知，但是我想知，那么这叫未知欲知根啊，哎，哦，未知，虽然我未知，但是我欲知哦，哦，比方我们现在是凡夫，我们未知圣者的境界，对不对？我们未知，但是我们想不想知啊？想要知，那比较是好要佛法的人才可能见到位。如果在啊解脱这个菩萨道上，啊，那这里呢，啊，是从这个从解脱道来看的哈，啊，那就要用660页这个表有没有？啊，要用这个表，哎，在见地道上见道啊，所谓的见道是不是在这个出果相啊，向着出果这个时候，啊，也等于。他从贤而入圣啊，哦，由贤位而入什么？而入圣者，哦，的这个地方，名为什么？未知欲知根，哦，那所谓性等五根呢，啊？哦，它的基础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有哈，哦，性等五根，再加上哈，哦，因为当我们去验证到。那个正法 圣法圣人之圣者之法的那个境界的时候，他必然在喜，哦，是法喜的，而且是乐的，哦，乃至因为他修定入定的时候是舍根，是舍的，哦，那这些呢其实都靠意根来 带领，都靠意根来带领，所以呢他必须要跟无漏九根合合。为什么说无漏呢？因为这个就是从有漏让我们有机会进入什么无漏的一个关键，对不对？哦，见道，见道，哦，好，那第二个见道之后呢，那么就是所谓的知根了，哦，那也等于说从我们一般就是从凡夫超凡入圣的那个圣者位是未知欲知根，哦，之后呢就知根了嘛，因为已经验证到了，哦，所以呢它属于信解或者见得人啊，信解，哦，他不仅相信，而且他实际的想要去理解去实践，乃至已经见，哦，已经证到正见到的，哦，已经见到，哦，所以见得人其实等于是达于见到者，哦，然后呢在思维道当中呢是九根转，已经用这九根去验证到了圣者的境界，它是修道为上的，哦，那叫做知根，叫做知根，哦，好，那所谓的知已根呢，哦，不仅知之后还已经怎样完成了，就是无学道，那无学道是不是就是阿罗汉果了，哦，阿罗汉果，所以它叫做无学道，所以已经证得什么无学，无学道，所以它这三道是不是就是见道修道到什么无学道，哦，660页有没有？修道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从初果到什么四果相，它是不是有六个阶位啊，因为他这个把它变成八个阶位了哈，四果变成八个阶位，就四双八倍嘛哈。那见道是初果相，无学是什么？这个啊，哦，四果，对不对？修道就是这个过程啊，哦，就是这个过程。好，所以呢，到了见道的时候，叫做啊，哦，等于完成了所谓的我虽然未知，但是我欲知。对不对？未知欲知根，哦，那是在见道位这里完成，哦，然后再透过知根呢，那么用这九根来转，哦，在思维道的过程当中叫做知根，九根转名为什么知根，哦，到了无学道呢是九根，就名为哦这个知已根，就是以这九根来当作他的哈，哦，他的那个三根呢，啊，
配合三道，是不是就是三根的产生啊？哦，所以未知欲知根是跟无漏九根合合，啊，知根呢是透过九根去转，啊，如何转呢？就在思维道的过程当中，因为他已经见到之后，再去九根转叫做知根，啊，然后呢，在无学道中这九根就名为知一根了，哦，就叫知一根，哦，好。那第657页哈，啊，第二个部分说何故22根当中呢但取3根，哦，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22根呢，啊，哈，啊，在下面注脚的第216注脚有没有啊？所谓的22根哈，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根身呢，啊，哈，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这5根对不对？还有呢，男根、女根，哦，还有命根跟意根，哦，还有就是这个5受，有没有？哦，乐根、苦根、喜根、忧根、舍根，然后呢，这个5根，哦，那个5根5力的5根有没有？性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哦，然后在这3根未知当知根、已知根跟什么具知根，具知根就是知一根，哦，知根叫做已知根，第3个叫做知一根，又叫做具知根，啊，哦，好。所以这个算一算的话，我们的根身是不是有5根，然后再加上男根、女根7了，对不对？意根、命根9个了，对不对？再加上5个受的5根，哦，再加上精进啊这些的，哦，信等5根，对不对？哦，那有几个了？有1、2、3、3个5嘛，3、5、15，对不对？17、19，哦，命根、意根，是不是19了？再加上3个根，是不是总共22根？哦，总共22根。哦，所以呢，这里就提出说，为什么在这22根当中只取啊，哦，只说这3根呢？哦，那这里就回答说，就为了它有利于解了哈，哦，就说我们能哈，哦，这3根能够让我们理解什么叫做了了自在相。了了自在相是名为什么根呢，啊，那什么叫做了了自在相啊？其实就是圣者的境界。我们凡夫是不是受束缚的，啊，圣者就是解脱了嘛，对不对？我们在凡越之福嘛，在圣是不是谓之解啊，哦，解，那圣者是不是才有机会解脱生死啊，啊，解脱烦恼嘛，所以叫做了了自在相，啊，等于有利于理解了了自在相的现前，是名为根呢，啊。这3根哈，啊，有这种特质，其他的19根怎样？根相不具足啊，啊，其他这个19根它是没办法到达圣者的境界的，所以就不取了，啊，因为这3根呢特别利，啊，特别利，它能够植入智到什么涅槃，对不对？跟见到，啊，达于见到位，是不是就是达于涅槃了，啊？修道到什么这个无学道嘛，啊，植入涅槃，在诸有法当中，哦，主故得自在，能胜诸根，啊，哦，是以这3根为主的了，是不是才能够获得圣者的自在？所以他胜过，哦，他殊胜过于其他诸根，所以特别取在22根当中取这3根，哦，好，我们先讲到这里，哦，阿弥陀佛。